大国外交最前线，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宝晓峰。那刚刚在这里进行的是欢迎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其实在欢迎仪式上，大家每次都可以看到手持国旗的还有鲜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特别巧，我们看到老师们正在给小朋友们普及一些今天下午我们要欢迎的国家的相关的知识，老师讲得特别的生动，小朋友听得也特别认真。我们现在就看看他们在讲什么。老师您好，哎，抱歉打扰您一下，我看您正在给小朋友讲这个稍后要欢迎的国家的地理知识是吗？对，是的。在欢迎前呢，我们要给孩子讲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啊，让孩子们呢了解一下他们欢迎的这个国家的特点。那么我们给孩子讲了这些知识之后呢，我想呢孩子们在欢迎的过程中，他们呢就更加的清楚对方的国家，也更好的更热情的能够展现咱们中国的这种少年儿童的风采。在论坛峰会期间，一些非洲国家元首也正式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比如昨天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那刚刚的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以及稍后我们将会迎来的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其实我们在外交中经常说到的国事访问、正式访问等等这些词，您知道有什么区别吗？那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国事访问是其中规格最高的访问，是指一国元首应另一国元首的邀请对该国进行的正式外交访问，也享有最高规格的礼宾接待。今天我们报道了两场欢迎仪式，这两场仪式高效衔接，丝滑切换。那在现场感受到的是对远道而来的非洲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真挚情谊。外交无小事，大家熟悉的欢迎仪式其实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外交礼仪，更是有朋自远方来的待客之道。